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831，记得订阅完全娱乐频道，记得开启小铛铛哦。831的演唱为2020捷运杯街舞大赛的决赛拉开序幕。代言从尊巴到街舞，最近的831和舞蹈可以说是特别有缘。接下来可能是现代舞之类的东西，国标舞嘛。我们以前有那个在小巨蛋，就是边溜冰边滑冰的那个溜冰的赛事也有。下次如果就是能够有什么芭蕾啊体育的竞技 ，OK， 极限运动团，我们可以带领就是体育的竞技类，觉得还蛮适合。对，舞蹈魂有被燃烧起来吗？当然就是刘碧啊，因为刘碧还要当评审。没错没错没错，我们希望评审都当到了。我们希望刘碧可以讲出舌灿莲花的。对，没有想到玩乐团玩了这么久，今天终于可以当评审，而且还可以决定那些跳舞同学们的生死。哇哟！对啊，哎呦哎呦，哇不错，是你们这团的舞蹈担当，对不对？他怎么都是担当啊！如果有人讲出舞蹈担当的话，我真的是会很紧张。如果从我们团员中讲出来的話，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刘 B 的评语应该比较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啦。对对对对，觉得派出刘 B 应该是一个蛮好的，比较中肯，对，中肯，诚恳一点，比较言之有物啊。坐在评审台上的刘 B 老师果然超有架势，不只会评舞，刘 B 老师和霸天阿电一起带领恒毅吉他社站上舞台的励志故事，也在前阵子的高雄生日趴写下完美大结局。我们并不是要给人被骂就要有鼓励，而是说希望大家在经历这些风波之后，还是可以有每个人都有站起来的机会，只要你愿意努力，都是有这个机会。结果他来表演，人气超旺的，对，人气超旺。对啊，我差点很担心说，到底有没有晚上来看我们。那要用正能量的前辈来跟大家呼吁一下，面对酸民，酸民什么，就是面对酸民的，就骂回去啊。没有正能量就是正面迎击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们就是正面迎击的正能量。对，对没错，阿普真的是说到做到的男人，不管面对怎样的提问，都正面迎击。那天就有特别为爱赶路回来看那个蔡兴，赶路。看是他的表演。蔡兴好友他会不知道是谁，要不要讲？我蔡黄如我知道。谢谢。你们不要。就是我有回，因为我跟小菊其实隔天就回到台北，因为我们有那个，顺便宣传一下，我们有那个跟柯佳嬿合唱的《可能》对单曲上架，那我们那时候就赶回来就是后置，没错，对啊，那那时候我有去想说朋友就支持一下，对啊。那你最近是不是工作满档到你就没有长得精神到了？哦，真的，大家可以不要，你看得很低调，你看很低调，靠近嘛呀，我都已经遮了啊，对，就是最近有一些新的。在准备接下来的一些歌啊或者什么，所以就是有点那个身子没顾好。透露最近投身工作，接下来会推出什么新作品？期待之余，还是希望831顾好身体最重要啦。完全乐圈圈曾喜斌采访报道。